最近我发现嗨歌抢唱的玩家分为三种，第一种是抢麦王，手速快，但唱歌就我害怕鬼，但鬼未伤我困扰。第二种是佛系观众，从来不抢歌，只默默当个小观众，时不时打赏些礼物。第三种是真正的歌王，不光全会唱，而且还唱得特别好听。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。你是哪种人呢？快来下载 WePlay 吧。